今天搞一个大制作来整我姐。哎，我操！没事，我们重新再来一遍。搞定，然后把我爸最心爱的糖葫放在这个拐角。等会我姐只要拿起这个锅，这些雪糕棒就会把这个壶弄碎，然后我爸就会把我姐。好了，现在就差召唤我姐了。王小薇，你快来！哎，你看我这个搭了3个多小时的。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多米诺骨牌玩过吧？玩过。这就是个高级多米诺，你看这环环相扣。等会只要把这个锅一拎起来，它哗就过去了。我来。哎，等等。哎，这么难得就我们两个人看，太浪费了，你要不去把爸喊过来。是是。哎，等等，你要不跟爸说这是你搭的，这样等会他看了一高兴就不生气了。有道理啊，快去吧快去吧。哎爸，我今天给你看好玩的。你们又在搞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不是你们，是我一个人花了整整一下午时间专门给你搭的。哎，解释不清楚了我直接给你给。不是我弄的呀，不是你一个人弄的吗？我收藏的一星紫砂壶怎么碎了？姐，你怎么把爸的壶给打碎了？很贵吗？是吧？是我先干的，不是我。爸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刚刚明明说的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。爸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个事情是……王小，你给我出来！